Hello everybody, and a quick announcement now. W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ll to kindly stay seated during the match.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这场比赛无疑在已经习惯足球世界保级大战的球迷心中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当自己翘首期盼的比赛即将开哨之前，球迷们的期望明显上升，球员们就在这一幕完美的背景下登场。好的，现在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对决。 若昂·菲利克斯，往前传，安德鲁·罗伯逊。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巴西反击，他向前狂奔，坎特寸土不让，在这次正面交锋中秒杀对手。这是一个边线球，球失去控制了，看谁先抢到，飞身跃起。球传得很好，但是射门太差了。
AC 米兰有几名球员早早在禁区等待，但是他们没能创造出任何的机会，太浪费了。安德鲁·罗伯逊，葡萄牙的确盛产出色的边锋，拉斐尔·莱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喜欢回撤中路或者是在左路游荡，利用速度形成突破。他拥有出色的速度和技术，但最重要的是非常自信。叫远距离红门，没有吃正部位，这脚射门没有什么太多值得评价的地方，希望下次他能够完成的更好一些。这下让他倒在了地上，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古利特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有很好的传球机会，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记直塞球，塔福，塔福向他的队友表达了歉意，想法很好，跑位很精。斯内德拼抢送出一个任意球，泰奥·埃尔南德斯获得角球，他一脚将球清走。泰奥·埃尔南德斯观众的好机会，纵身跃起，又一次头球无功而返。所有人都认为迟早会进球，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今天浪费的机会真让人瞠目结舌啊。塔福，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好机会，他看到了空档，他选择打门，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 AC 米兰的反击打得相当聪明，想要阻止他们，只有比他们踢得更聪明才行。安德烈·皮尔洛，球员在小范围内倒脚，有机会打反击。坎特，布里特，塔卡，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准确。塔卡，精彩的对决，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想法不错，可惜没能实现，球被弹了出来。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射下球门，这脚射门有些水准，我想他在射门的那一瞬间肯定会觉得这球能进，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就在一线之间，非常非常的微妙。将球抢走了，漂亮，回传后场再次组织。塔福，他仿佛在跟对手说，兄弟到此为止吧。古利特快速向门前推进，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呀。他能完成射门吗？若昂·菲利克斯将球传向后防，耐心寻找机会，转身向后传球。塔福意识很不错。There will be 1 minute added time. 安德鲁·罗伯逊
一次犀利的防守，卡卡这一球门前失射，他得分了，终于等来了第一个进球，这是一粒手术刀般的进球，有时不多想。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好的，经过45分钟的激烈对抗，双方只有1球的差距，但这里唯一的进球确实堪称上半场的高光时刻，应该说上半场比赛相当的精彩。Please join me in wishing all the best for members of our fan club celebrating their wedding anniversary today.接下来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 AC 米兰现在1球领先，能否把握住机会，再次打门打进球，这样一来他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了，这种机会他是不会错过的。在我看来，这是最纯粹的猎手本能，也就是进攻意识，不是说他射门有多好，而是他解读跑位的能力，别人还没注意他就发现了。一方连下2城，而另一方毫无建树啊，他们完全可以趁胜追击，现在可是一鼓作气锁定胜局的大好时机，直接打到对方后场，防线脑洞大开，哦不对，漏洞大开，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但最有机会打门，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确实像这样被抢断的情况太多了，他们需要加快节奏，很好的跑位就看队友能不能发现，坎特福安建阳，若昂菲利克斯，若昂菲利克斯一次不错的反击，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是一次非常强硬的拦截，这样的尝试我不得不说太漂亮了，哎，这肯定是个犯规啊，任意球，他才刚刚被口头提醒过，他应该清楚结果，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裁判已经手下留情，下次肯定不会手软。卡卡正在带球前进，双方你来我往，一方全力进攻，一方毫不退让，坎特，若昂菲利克斯，拉斐尔莱昂，几个人之间的短传配合，及时的抢断，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安德鲁罗伯逊将球传到禁区里，安德烈皮尔洛快攻的好机会，姆巴佩想要穿透防线，好机会，又一次成功的防守，调整打门，继续继续继续，好球，这种球不进都难，禁区里你可不能这样给对方那么多拿球的时间，人家都不好意思不进了，这下防守太糟糕了，场面在做换人的最后确认，马上就会有人员的调整。AC 米兰3球领先，他们已经肆无忌惮了。拉斐尔莱昂，若昂菲利克斯，非常准确，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打法还挺正确，不过一系列传球之后却无功而返，看来传球的渗透性还不够。身体优势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拉斐尔莱昂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若昂菲利克斯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这个传球不够理想，将球转移到了边路，有机会塞过去还是失败了。坎特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巧妙的传球，漂亮的解围非常关键，他们很快拿回了球权，再打回去，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漂亮的断球，否则形势相当危急。若昂菲利克斯很漂亮的短传配合，选择攻门，有没有？有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正高质量的进球，潇洒至极。凌空抽射可以通过练习来进步，不过刚才要在电光火石之间掌握好时机和平衡，难度非常大。无疑，这个进球非常精彩。Substitutions taking place. AC 米兰有替补队员即将登场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这个坏人意图很明显，他已经非常疲惫了，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他又麻烦了，送了对方一个任意球。安德鲁·罗伯逊。若昂·菲利克斯，安德鲁·罗伯逊，拉斐尔·莱昂，西多夫，塔卡，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接外球，塔卡。这下很精彩，他成功接到了皮球，比赛结束。他们这场比赛啊，算不上精彩，表现得也一般，但至少发挥很稳定，一直掌控着比赛，拿下比赛呢也并不意外。塔卡被选为全场最佳球员，这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蔡指导，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面对客场作战时的巨大压力，球队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决心和韧性。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配得上这场胜利。非常感谢蔡慧强同志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晚安。